这菇呢，我们用干烘的方式，我们先让透过干烘的方式，让它的味道更加的深沉。如果你的火是比较大的，这时候你的蒜片这时候下来，它的香气是最够的。这时候你就关火，因为所有的炉面呢，它其实都还会持续加热，让迷迭香跟蒜头的味道可以跑出来。好，那跟大家说，如果你在家里做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味噌的好坏，就会决定你这个东西的风味。是吗？水族馆的水草夹是最好的，但是你不要买，你就买到一支100多块，它会比较好。不要按，但是你要稍微触碰它，施点压力，包含摆盘的过程也是，你要处理一些蔬菜的时候，都是要轻轻的对待。